最近张玉环的案子引发了热搜啊，最重要的是张玉环的妻子，一位传统的中国老百姓，一位传统的中国温婉的农村女性，所表现出来的对丈夫、对孩子、对她的公公婆婆的负责，引发了网络的第二次的热搜啊，毕竟21世纪的今天，这样的传统中国女性数量不多了，更多的新时代的中国女性，好像更爱外在的美，而不是内在的美。中国人变。